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天远地方的样子了。水娃这个只读过小学的农民明白了，能简单点，就是我恨不得你去死。坏了，被抓到。情况不妙时，这就是我的处理方式。下一个。这泰坦太慢了。他们毫无意识地径直走向自己的灭亡，就跟诺克萨斯人一样。Q 又好，哎呦，可惜，但是你为什么要回头呢？啊，跑都不愿意跑了。合格的跟班可不太好找了。听我说，
今天这么早，以后都会早一点。什么事情是容易的，不过这件事确实很难。历史全是胜利者写作的。闲聊从来不是我的。我生来就是为了惹人炸毛的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让瓦斯卡亚的精魂汇成的江河冲破堤岸。哦没毛病。110块的锤石。这是瓦斯卡亚的报复。
需要